大家好，欢迎观看豫 Mavic Air 教学视频首次飞行，连接移动设备与遥控器，依次开启遥控器与飞行器电源，将飞行器放置水平地面，将两摇杆同时下拉到底部，向内掰动，桨叶转动后向上轻推左侧摇杆即可起飞，一键自动起飞。屏幕左侧有一键起飞的控制按钮，起飞后掰动左边的摇杆，可以控制飞机的上升、下降、顺逆时针旋转。右边的摇杆则控制飞行器的前后和左右运动。降落时，将左边的摇杆下拉到底部，飞行器会下降到离地面50厘米左右，会有二段降落保护，持续向下打杆即可完成降落。当飞行器已经连接上遥控器或其他手机，需要先关闭遥控器再连接飞行器，长按飞行器尾部指示灯按键4秒，进入 DJI GO APP， 点击右上角的菜单按钮，扫描二维码，选择扫码连接设备，扫描机身上的二维码标识， APP 界面显示开始飞行，表明连接成功。检查飞行器状态列表正常后，这里以美国首为例进行讲解。点击左边的自动起飞图标，拉动滑条，飞行器自动起飞。起飞后推动左边的虚拟摇杆，可以控制飞机的上升、下降、顺逆时针旋转。右边的虚拟摇杆则控制飞机的前后和左右运动。点击自动降落按钮即可完成降落。自动降落时，下视视觉传感器将自动进行地形检测，以保证飞机安全平稳降落。编辑分享，接下来借助 DJI GO APP 点击进入编辑器，你能方便的为拍摄图片、视频添加片头、转场、背景音乐或滤镜，可以上传到 DJI 社区，然后一键分享至微博、微信朋友圈、Facebook 等多种平台。这就是新一代的豫 Mavic Air 的首次使用指南。下一期我们将为您介绍豫 Mavic Air 智能跟随功能。感谢您的观看。